早安，早安。想说你哪来五支露比吗？哎，好想要露比哦。哎，我们来题外话一下。哎，番茄，你珠子会玩哪一个啊？我想玩紫哎。先撇除神兽好了，因为我本身也比较喜欢偏冷色系的。我先看一下里面宝可梦有什么吧。如果红猪没有我太喜欢的，我应该就玩紫了吧。那再来是我在想，我要买实体的还是数位的啊？因为我现在数位版的就只有两款游戏吧。一个是什么 ？ENF 不 ，EDF 还有什么？什么地球防卫队啊？如果买数位版，我再到时问你我要怎么购物好了。因为你那时候不是有贴那个网址教学吗？我都想说。因为一直以来我都是买那个实体包的嘛，而且那个盒子又可以收藏啊，不玩又可以转售啊。虽然我是不会玩，我是不是转售派的啦，就是喜欢囤积收集嘛。哎，我最近还想玩一款游戏，什么钓鱼巡回明星什么的，那好像前年的游戏，我想玩看啊。到时候再教我，好啊，好啊，真的教不会再送我啊。你们还是现在是实体跟数位又在犹豫了啊，因为你数位的话就是11点就可以玩嘛，啊，数位可能要等隔天或后天。不是欸，再射电下去，有水龙系要50等了欸。这样给我姐拿的话会不听话欸。那也是没什么问题啦。你是说实体还是数位？欸，数位也可以送人哦、喔。我现在超法只有一个直接个四而已耶，超强陨石魔法。哎，等我一下，我开个。数位大不了就是我买点卡给你厨子，你去买而已。哇，你怎么对我这么好啊？真不愧是我平时没有亏待你。你有发现我最近比较少追你了？有没有发现我最近比较少叫你穿女装了？有发现你在这边也好像快没有地位了，不能再嘴了。如果你跟我献爱而已，我看一下，我的爱呀爱呀，没事他。那等一下来打日嘛，把我顺便解任务。杨毅安安，但是还是抢走待遇了。对啊，没办法，最近待遇是抢手货哎。哎呦，感谢杨毅的会员。
欸，我要干嘛？我要想什么？哦，想起来，想起来，想起来。我的皮，坏皮，我想再去委托那个，欸，帮我做二点，知道吧？二 D 的啦，开启王妃。白痴，你等多久了？感谢番茄的。昂贵点的包子，感谢感谢，我应该把名称改成那个什么，感谢给繁星喝两杯饮料，谢谢让繁星有两杯饮料可以喝，谢谢谢谢谢谢。哎，我没出现 ，Hello。巧巧呢？我怎么知道他在干嘛？可以改，改什么？今天才存钱，这是我今天委托会师剩下的。你委托会师画什么？各位聊天室没睡的真的啊？等一下哦，你不要被我骂哦。我刚刚看到什么？谁没睡觉？早上好，教主，各位聊天室的没睡，正在路上骑车啊！你是要回家睡觉没？加藤，我要问你哦，我要问一件很重要的事情，给我去睡觉哦。二D life 哦，你要做的是不是？你委托谁啊？有点想委托咪咪耶。你觉得乔乔比较喜欢我还是 Moco？ 我是希望他比较喜欢 Moco 啦，所以我会选择 Moco。 这打字看来真的没睡，觉得是，欸，他应该还在用超级留言那边打字。没有，我是要问你那个啦，那个猎人，那个 The Hunter， 你觉得就是前面先玩嘛，啊 DLC 的话就是真的想玩再买就好了。因为最近是真的，应该说前阵子是想玩点什么东西。白痴哦，感谢。对啊，你讲到哪里了？对，那个前阵子就突然想玩点什么东西，生存类还是怎样。啊，又找不到那种比较适合的钓鱼游戏，之前玩了一个什么钓鱼星球，那个我觉得不适合一个人，怎么讲？它有时间性，它就是有个类似入场券啊，啊入场券又跟现实时间好像是相通的，你就是在那个时间内钓的鱼才会怎样，啊通常都是买最贵的，啊你最贵一次都要玩大概四五小时以上才会回本。就我原本的那个2D life， 天啊，哦，你说找你妈妈哦？你要添加什么？不要把我加上去哦，求你了！我要把教主加上去。我觉得，你觉得比较想 Bobo 戴绿帽还是哈基？这个你，那个。等一下哦，你这边不能一直狂提实况组，就算他们是我朋友也是一样哦，这样很不尊重我。添加了一只狗狗跟猫，在手上啊。然后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哦，你等一下问的问题啊，不要再又是什么挖沟实况组二选一之类的回答，不然我就让你下去了哦，不然无名就会让你下去了哦。啊，无名，他交给你了。好，无名去吧，上吧，无名，去吧，无名，丢出你的粒子棒。骗子。不是啊，我说骗子是因为你看一下投票的人数跟喜欢的数有没有？
现在有28票，但是点喜欢的18票啊，没事没事，我们再看看今天路人观台前可以到几个。昨天有到300还是200 300真的有接完雀魂吗？会10点的那个魔力宝贝维修。那现在大概行程就是练一下魔力，然后玩一下游戏。不然我都没有练到技能。但番茄很想帮我练技能啊，我其实意愿是一半一半。但是不行，不能麻烦别人，人家还有料理跟伐木要弄。我是没差啦，太呆鱼。你昨天来来来，呆鱼，我用你昨天那个打字的口气很，我不是昨天在那个吗？问你跟佩佩就说，所以等一下10点要跑图吗？然后你没有回嘛，然后我就用打字说，所以呆鱼等等要跑吗？那你就回我说什么？我以我当时看到的类似的口气回答你，来哦，佩佩不是回你了吗？啊，对，我就说，可是我在等你的答案啊，然后你就回说，好，那我现在这边告诉你，不会。我想说，怎么那么凶？他是直接回说，好，我现在在这边告诉你不会。你昨天这句话，我想说怎么了？你是真的生气了吗？还是怎样？还是不舒服什么的？他说不会，我等等要去睡了。他说你是生气走心了还是怎样？那我就下去想说开麦讲话，就准备开麦的时候听到林一在唱歌，哦，闭嘴闭嘴闭嘴。好了，我没钱了，这是我最后的波纹。感谢番茄的300块，再加220块，感谢感谢。可恶，我真的要花一个比爱心的吗？等一下，番茄，这张送给你。哪一张？来，一个爱心。好了，懂了吗，番茄？我口气有那么凶吗？没有，因为打字没有温度，文字没有温度，所以那时候你要不要再看一下你昨天讲了什么？因为你昨天打字的打字口气它是这样子啊，我现在就告诉你不会。没有，看一下哦，真打了。哦，不是嘛，那边啊，文字是没有温度的。嗯，520表白，嗨安妮，要不要去睡觉？安妮，你珠子想玩哪一个？有没有目前还没有想法吗？安妮早，应该说晚安。对不起，没事啦，没事啦，因为你昨天真的是吓到我了，你吓到我想说，我做错了什么事情吗？然后昨天还在犹豫要不要跑图的时候，然后你就说没有啊，是真的不能切创还是什么？猪姐姐比较香。啊，对呢 ，NPC 有差哎，要修，应该会玩纸吧？应该啊，到时候看有没有什么地区限定宝可梦，版本限定宝可梦。我这边就来试试看，已经飙车回家了，先这样。是什么？感谢优一的150元，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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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是什么？你们的加藤优一要是什么东西？哎呀，升级了。明天放假，你是毕业了吗？
大家克洛伊安。话说刚刚在练的练技人，我只是想帮你练单发，因为我刚好就在练，顺便问你看看。哦。没事啊。单发哦，你该不会全无了吧？哇，好扯哦。我搞不好法师六十级等技能都还没五等欸。要佛系练技，不像之前了，没有动力了。还没来一个六，一个五。我看一下，我没有。一二三四五，六个四。一二三四，哇，五个四，三个三，因为我放魔舞，它可以一回合抵挡两次魔法，对不对？我不跟你讲说用，其实用魔舞比较好，而且巫师放是几魔，十魔而已吧，哎，二十魔。三十吗？为什么？还是攻击吸收才是？还是二十？啊，你不是本系职业齁，白痴！你不是本系职业。这只香菇好可怜。叮。他很惊恐，但也很低魔了，是啦。毕竟只要放一阶就好了。我今天就是早上睡觉的时候，应该不是早上，半夜我有意识哦，我就是睡觉的时候，然后揉到，然后就是揉到眼睛，好像去戳，就是手指去戳到，我就醒来，我说靠，不会吧，我戳到伤口了，好痛哦，然后就在说什么，我就在想，那心里想说，好痛哦，好痛哦，好痛哦的时候，然后又睡着了，然后下一个醒来的时候啊，我刚刚戳到伤口。这次又戳到伤口，完了会不会裂开了？一直抱着这样想，那就到了早上七点，然后就想说，医生说今天已经可以碰水了，我就把纱布摘下来看一下。然后我原本以为伤口大概是三公分到四公分，没有它伤口六公分、七公分我有 po 在那个啦 ，DC 跟我的 FB 上，可以去看一下。我想说，完蛋了，我要当丑丑鱼了。我等下 DC 名称自主改成丑丑鱼。对啊，其实那个真的大概就只有一小节，就是怎么讲，当时肿起来消下去之后。我感觉就只有一小包而已，然后我那时候其实它消下去，然后我也去戳去摸，发现其实伤口好像真的没那么大，可是那时候我不是说我躺在病那个吗？手术房上那已经快15分钟那样子，因为我是10分进去的，然后我出来的时候是已经快30分了，我想说哇，我好像手术过程有点久。然后看一下，因为在那时候在滑光遇嘛，在跟他们聊天，然后就打开手机看一下，我那个30分了。然后那时候躺在病床上，我只吞了两次口水，
我就全程紧张，口水不敢吞，然后发现我要吞口水的时候超大声，超像喝水这样咕噜下去的那种。什么东西太大了吧？你说地震吗？我通常那时候都是地震一发生的时候，第一件事情不要先 po 地震，然后是就人说我下面，然后就人说好大好大超大，好可怕呵呵什么之类的，有没有？大大大，好可怕，大，有点恐怖，不是还要去整形？我就想说到时候。除疤，因为最近就要擦除疤的药嘛。那还有那个什么，想说，虽然说整形呢、啊，就至少就除掉什么痘疤或是那个刀疤，刀疤。对啊，就是，那本身就已经没什么自信了。那脸上突然又多了一道伤口，我觉得哇，好痛苦哦！你看，呆鱼又还没到台湾见过我，我就已经快变成加西莫多，没有钟楼怪的那个，也不是哎、欸、哎、欸，我想说，不然。我就跟医生说：“拜托，在我那个左眼上面画三条刀，这样我 cos 红发杰克就轻松了。”好诶、欸，就是这个，看到没有？紧急回复通知啊！我们就是开到十点前，我们就离线。对，那个他逼我们去打日麻，靠、喔！我讲，我是讲认真的啊。不然一条也可以啊，有没有？一条也很帅啊，索隆欸。这次应该不会出 F4 吧？不会啊。如果只是十点到四点的话，我觉得机会不大、啊。欸，我看我姐在玩玉，完了，出完了不会再出了，有吗？欸，你醒了、喔？欸，你女儿早上凶我、欸，我刚刚只是想吃早餐，然后去楼下拿面包，想说啊好无聊，去房间看个电影电视。他就跟我讲说出去吃，你出去。我说为什么？我说不能在里面吃东西。然后就开始凶我，凶我，凶到后面我就说你为什么要凶九九？我说九九受伤了欸。他说你哪里受伤？我就把头靠过去，然后他就一脸很可怜我的那种，就皱着眉头，好像觉得说懂吗？就是他好像就是看到那个脸上有伤。然后他觉得很痛那种，也不是像那个炭治郎那种电那个看到垃圾的脸，他就一脸皱着眉头，嘴巴就是有那种那个，为什么啊？他就突然凶我啊，出去吃啦，里面不能吃东西。然后我就说好啦好啦，我出去了。老弟早安。啊，我等一下应该是玩到十二点前啊，因为对，还是顾一下身体。这次龙族不知道魔族拿啥去改，不点维修，对啊，所以十点前就换游戏。
可怜繁星的表情，对。哎、欸，你那边还有没有40级等左右的虫啊？因为防虫啊，魔防虫。因为如果你看我的水龙器已经48等了，到时候顶多51等嘛。你的传教士拿过去，至少还会听话一下下。啊，如果55等的话，他忠诚就变90了嘛。哎、欸，90还会听话吧？就是90以下就是不会听话了。因为当时在练丹法的时候，是把水龙器丢给你的那个传教士，然后那时候在练。小乔安安，啊，哎，番茄，你知道什么御守魔力吗？还是哎、欸，因为那时候我姐给我看御守魔力的东西的时候，我觉得哇，如果他如果真的是可以实况的话，应该也会实况吧，因为它里面的机制就是。你的生产系直接可以做所有装备，采集系可以采所有东西，但是你觉得这样很腻，对不对？很快就腻了，对不对？但它有个东西，我觉得还我会蛮想玩的，就是它可以就是你抓等级一的宠物嘛，去给一个 NPC 可以换一个东西，然后它的档次有0档到4档，如果你抓到其中一个就可以换同那个其中一个东西。比如说，好，你今天抓到一只一档的哥布林，然后你给 NPC 换那个一档的哥布林的那个狩猎任务就已经完成了，然后还剩下0档、2档、3档这样子，所以你最多可以一个哥布林换4样道具。对，我觉得那时候看到我姐在抓这个，我就其实蛮有兴趣，可是那个不能实况，我就想说算了，就不要玩了。错了，古魔，狩猎桥、副矿工合并，全部合并，所以多人到死。我觉得还好、欸，因为这样不就代表每个宠物都可以抓四只？对啊。欸，没有，他那时候我姐给我看示范的，就是他有一个很像，也是用魔箱，但是他不用走路，他是原地发呆，然后就会自动帮你遇到怪嘛。然后遇到怪之后，他那时候是那个什么强化用魔箱还是叫什么的？场上全部都是一等的迷你蝙蝠，就是他那时候在法兰城外面啊，会遇到一等迷你蝙蝠很正常啊。可能去野外就是可能会遇到10只全都是同一个，因为他是10只迷你蝙蝠。然后他想说去比如说抓螳螂吧，应该也是10只都是螳螂，然后他就可以看能力去抓，因为他看得到那个血量跟魔力。那我姐那时候就是大概挑个血魔最多的，然后去抓，然后很快就抓到一档的迷你蝙蝠。如果我觉得这个机制的话，还是没有吸引到啊。
没有，它是其中的机制是这个啦，给封印师玩的。有那种补图鉴的感觉啊！对对对对对，还有那个，刚刚不是有提到，就是 Switch 还有个游戏想买吗？它是什么？钓鱼，钓鱼，钓鱼啥小的？看一下哦。嗯，观看记录。嗯，钓鱼明星世界巡回赛这个游戏的、啊，而这游戏就是褒贬不一啊。有人觉得说这游戏太简单了，然后就真的很简单，因为它没有就是像冰湖钓鱼那种，是你鲤鱼要用什么饵，然后什么钩子才会比较好钓。然后那款游戏没有，就只是饵跟钓竿，然后就去一个。那个封闭空间钓鱼，本来想说问安妮有没有玩过。话说，我看你伤口照片有到六公分吗？有啊，哎，其实很长哎、欸。你想一下，我的脸如果很大的话，有啦。你看一眼就好了，你不要给我一直看，我觉得不舒服，懂吗？安妮她感觉不会玩这款，哦，哦，好吧，好吧，好吧，他不会说我开的这个，你看快十分钟，你是看哪里啊？你有病哦、喔！你是想透过镜子反射看到什么东西吗？眼镜反射看到什么东西？我救命！番茄又在恶心我，伤口蛮大的，很大啊。还是我太会抓角度了，可以让十公分的伤口看起来像五公分。你是说看着、欸、哦，开着这图片哦，开着。我想说，你看这图片快十分钟，哎、欸，我其实没有想到我们昨天打史莱姆王会这么顺利。我以为死伤会更惨重一点，比如说，你跟小鱼死掉之后，我就死了。我觉得还好，阿贝那时候进来，他有，因为他很喜欢穿那个，左边不是有那个什么那个瓶子可以二段跳的瓶子吗？哦，这边我再跟你讲一个，它里面还有一个功能，就是你可以把两个道具合在一起。当然不是每个道具啊，就是。他比如说你二段跳对不对？那你可以跟鞋子搭配，你就可以跑得快又二段跳，因为他有自己的那个合成配方。比如啦，但是那个东西条件是我们要去救一个工具叫哥布林，哥布林工匠他会卖一个特殊的工作台，那个特殊的工作台才能把我们那个饰品拿去合成。对，这游戏其实最好玩的东西也是饰品，那饰品可以让你的角色有一些不同的能力，像我的电锤加火吧。其实我忘记了，我记得那时候市场装上去之后，你的电子会有燃烧效果。然后那个哥布林触发的条件就是我们要去海边，海边有机会遇到一个叫哥布林侦察兵的，就是昨天那个谁，那个狐狸遇到的，
他说他不知道是什么不敢乱打，按了游戏暂停。我说那个打就对了，因为打了之后会有一个东西叫破布。那破布的话，它十张可以合成一个哥布林旗帜。那旗帜就是跟那个召唤史莱姆王一样的东西，就是点下去它就召唤出来了。那召唤出来之后就可以双双打，就可以打里面的事件，入侵事件。它就是那个会有怪一直来那个我们的那个世界中心，然后会来屠村什么之类的。你就是要打到累积到100%的时候，他们就会离开。那打的过程中，可能哥布林会掉一些武器或是道具。那些就是下一季可能会更强的装备还是什么。那还有一个方法就是我们要去找到，我们右边不是地形是红红的吗？然后红红的地形里面会有一颗心脏，你拿东西去炸它的话，那个心脏会裂开。那裂开之后就有机会那个随机事件啊，每天会有个随机事件，可能会有哥布林入侵。我这样讲好像有点麻烦，我想一下用什么方式讲。好，比如说你去雨林烧了一个很特殊的花，烧完之后，那你回浴境之后，那可能会突然蹦出一个那个什么，门口会有一个东西突然那个可能发光还是什么，会跟你讲说那边有特殊事件。如果你没有烧到那个花的话，你就是一辈子都不会有那个特殊事件。当你烧完那个之后，每天都有几率出现那个事件，这样讲可以吗？啊，讲魔力宝贝好了，我怎么想那么想？比如胸罩，胸罩是什么？啊，比如说你，当你打完宿老之后，好不好？打完宿老之后，你之后每次遇到的怪都有机会蹦出一只宿老，小宿老的模组的小怪啊，沼泽树精啊，反正就是你要有触发过一个事件之后，你之后的世界都有机会会有一些事件出现。因为其实泰拉瑞亚地图就是这么大，它怎么让这个世界一直不断新增东西？就是你要达到某个条件之后，啊，你的世界就会出现一些新的怪，然后难度变更强。这样，我昨天在红色区域东区公开，对对对，就是那个东西，如果你不去炸掉它的话，你的世界不会有多一些东西。当你炸掉之后，他就跟你讲说什么，什么会发出一些奇怪的声音，你那个心脏啊。只要累积到三次，就比如说你炸了三次、六次、九次、十二次这样子，三的倍数，就会出一只克苏鲁的那个，爸爸就会出现一只那个 boss， 红色地形的叫做克苏鲁的大脑，然后啊，另外一个地图是紫色的，叫腐化之地嘛，我们这边就是猩红之地，所以是红红的，然后腐化之地是那个。紫紫的，我等一下开一下我的地图给你看。然后紫色的就是打死之后啊，看我又挪到了，我就挪到伤口了。哦，然后那个打掉每就是你可以只要打你炸前两个，就是两颗心脏炸掉就好了，就不要炸到第三个。炸到第三个的话，就会 boss 会出来，所以那时候前面就是想说先赌赌看拿不拿得到那个一些东西，先去丢个两颗炸弹。早安早安。那你会觉得说啊，如果炸完的话，是不是以后就不会有那个 boss 了，对不对？因为心脏就那么多颗，然后你会疑问说，那不是炸完什么都没了吗？没有，因为你去打那个腐化地形的怪的话，它有机会掉。像我们这张地图叫什么盐水哦，还是骨髓的。然后你可以拿骨髓再加那个一个道具，
就可以合出召唤克苏鲁脑袋的道具。就是这个游戏 BOSS， 都可以触发嘛。那如果没得触发的话，就是自己做道具去召唤它。就像史莱姆王，其实史莱姆王的话，它，我总记得史莱姆王之前有几率出，那所以我们那时候是直接做召唤物出来召。哦，还有事件叫做史莱姆雨啊，那时候一直还没遇到。好，这样讲，讲另外一个明白的意思就是，比如说宿老就只能打一次，那打完之后还想再打怎么办？你就去采花采草，然后可能打树精好了，打这只树精有机会掉枯树枝之类的，那你就用枯树枝再加一些东西就可以做出，直接在法安城里面召唤那个宿老出来打。那可能在狱境太无聊了，你可以去收集材料，把迷龙召唤到狱境里面玩。我那时候看到什么推荐光遇官方制作的道具功能，还是什么新功能，新增攻击按键。啊，到底是想打明龙还是打螃蟹？我不知道。你是谁？你好。就是忍者庄已经比我们之前本来要想说每个人做个钨矿的装备啦，因为钨矿的装备是三个套件，装备套件，装备效果是三个的话是额外再加三防御。中介龙还想再打做中介水晶的概念哦，对对对对哦，厉害，很会比喻，你很棒，不愧是每次都 po 汪汪影片然后打 OUO 的人。你知道，你点去利恩的 FB， 全都是汪汪的影片，每个影片的标题都是 OUO。哇靠，太时钟了吧！如果有杂音或是收到什么风声要跟我说，我在瞧那个电风扇的角度，我现在没有让它吹我，我只吹脚下，因为我要吹那个主机。佩佩是不是没睡啊？他昨晚怎么了？早上在聊天的时候跟我讲说他睡着了。我说：“哇，你晚上又没睡了？”我直接问他好了，你是没睡哦？现在投票和
战术差好多，差了一大半。就你看，你问他敢不敢点完喜欢再走啊？敢啊，对不对？就也没有说敢啊，就点了就跑了。没事，我习惯了。都是骗子，全都是泡沫。然后稍早还想说啊，对耶，维修，然后看一下维修公告哦，十点，我以为我设定十点开台，没有九点开台哦，那可以玩一下。看了都难过，看了就难过。我以前在玩，那时候最初在玩魔力宝贝的时候，那时候一等要练到十等，要花三四小时吧。就好不容易练到十等，可以去灵堂的时候，就那时候就刚好，想说啊，水也用完了，然后刚好走到最底的时候，看到一个护士在摆摊，说50块补一次那个补100滴血嘛，就50块补100滴血。然后我也不知道它成本是什么，就是吃番茄酱吗？还是吃面包？反正就是那时候就是花了，啊，也不知道花多少，就是没血的去找他补，没血找他补。那时候明明是下去打魔石的，结果魔石根本没打到，就一直钱被大家削走这样子。就那时候本来萌生的说啊，我也来这样好了，当护士去地底挂着，就发现没有去挂了。就那时候初心刚开放的时候，大家每个都三开，有传教士有什么，我当然摆摊跟白痴一样，然后那我就不摆了。是哈洞靠挂啊？没有啊。我说很早以前呢，家里的电脑还是箱型画面的那时候呢。网络播接时期，对啊，我总算普攻。
啊，现在不要被我姐那个头像的子女骗了，她现在已经不是长这样了，她现在很容易皱着眉头在看。我以为你会把头像换成你儿子欸。立马换！哎、欸，你儿子躺下真的长得好不像你儿子哦、喔。每次躺下想说，靠，又是谁家的孩子被拐来我们家睡觉？而且他今天睡在你旁边的时候，还没抓头，我想说，哇靠，太好笑了吧！我当时怎么办法六小时从魂功六分练到魂功八的啊？我那么有耐心啊！我忘记六小时还八小时，反正我一个白天的时间把技能练到六，练到八。是有本事啊，只是我当时怎么那么闲呢、啊？我单法就练了四小时了，不是单法还好啊。你想一下、欸，格斗是练那个哎、欸，混乱攻击你有时候可能会混乱到你的那个啊。宠物那些有的没的啊，你 K 你宠物嘛啊，他可能混乱啊 ，no 啊，跑去打到那个，打到打怪或打你自己啊。而且我说了是六到八哎。应该说，我怎么那么无聊？好啦，知道啦，等一下啦，再开台。那跳公告，繁星，赶快离开游戏喽，去打日麻好吗？就混乱加 NONO 吗？啊不防御，然后啊不然就是中了遗忘魔法，结果。忘记怎么防御或中毒魔法，哇，打到死！欸、当时团团的传教士等级没有起来，那时还差点把团团传教士打死。没有，应该打死过两次团团的传教士。好，来得及，超火六，超火五，超火六，那超火四才四而已，天啊，吐血！
你要练格斗技跟我说，我给你飞行系跟变卡。为什么飞行系跟变卡？我是用了之后登出前都是飞行系吗？怎么不是野兽系啊？野兽系打人物不是有刚好打人？哦，施法哦，你是说以前的萤虫那个吗？类似萤虫就是啪一下就好，啊，那个跟面卡不是登出后就没了。而且故意用成 1.0 就是因为施法比较快啊。消耗瓶，我知道是消耗瓶啊。我那时候有点后悔没有选那个欸，灵女。就是 2.0 的那个女忍者角色，不是后悔啦，因为感觉灵女比较适合当格斗师。对，所以我会拿给你。好，后面吧，重创。重创我就练弓箭手了，重创回去玩弓箭手，玩什么格斗士，神经病。然后再把法师删掉。哇，混乱啊，死去啊，头好痒，好想抓。然后飞行系的什么意思？话说你什么时候打游大？你什么时候打？没事啊，你带队，我什么时候打都可以啊。我什么时候打游大哦？首先你一只男角，还要再找四只男角。我姐夫两只嘛，好，那还要才缺两，会迷路哦。啊，我就讲了、啊，你有幼魔那个啊，驱魔箱怕什么，对不对？有驱魔箱的你，有在怕的吗？你手上有圣木哎、
看来不能。哦，可以，不能。驱魔箱很亏欸，白痴哦、喔！他每次走那段路，反正是看的是人品，会遇就会遇到啊。还有经验，那你就有经验啦，没关系啦。反正不要遇到断线都没事。男女我帮你带，什么意思？你要一次带两边哦，神经病哦、喔！女生我带啦，女生我常带啊。你很熟哦。呀，四等了，换其他技能，好啦。换游戏，换游戏。我想说你很热，再看一下哦，你很熟。我也很热啊，我也很热啊。天空好像下雨，我好想你这边。二男一女或二女一男啊、那你二男好了。那到时候再说啦，反正我这边没办法、啊、三女嘛。哎呀，哇，我现在这脸笑起来好贱哦。哇、啊！可以帮我截个这个图吗？看起来好贱哦、喔。嗯，好，关掉聊天室。啊，你谁？你竟然不会在这游戏上花钱哦、喔？怎么可能？想说你看你开日嘛，他、啊、应该也没跟你玩过几场，他总不会在这游戏上花钱。嗨，克洛伊，有想我吗？你呀、啊？当然是你呀、啊！你花在雀机，哎呦，干嘛不玩这款游戏？干嘛要排挤自己，边缘自己？嗨，小鱼，番茄应该有在想教主吧？哦，他想死了，他恨不得我去死哦。我是有想，但我没有想要你去死。哎呦，我说想死了啊！啊，先结束投票。
编辑改一下。第几？目前在打嘛？打喷嚏，打喷嚏，打喷嚏。哎呦呀！无存。God bless you。哎呦喂呀！最近比较火爆的另外原因是嘴巴破掉，很痛。弄。哦。神社のチンチクリンが悪さを働いておるに違いないのじゃ。怎么脸上都是伤？什么意思？哪有都是伤？怎么呀？看好扯。我的五万跟五条，我没有脸上都是伤吧？讲得那么难过，啊，空，空力书啊是什么？嗯，克洛伊，我要抱抱。等一下，我上一下光遇哦。我去回一下火。你怎么变雨妈啦，呆雨？还是那个不是你的号？哦，不是你能选的。你的小号怎么变雨妈了、啊？不是我换的哦，没事没事。哎、欸，如果他之后加兔窝的话，要怎么称呼他？爱佩佩小号，那我要改他的名字了吗？就是改叫什么？
教主，我在泰拉模经典模式达到了一个召唤必带的东西，但它只是宠物，不是召唤物。哎，你还记得我们之前不是在聊吗？有没有印象？我昨天有在讲，我说打树有机会打到一只东西叫蜜袋鼯啊，那只蜜袋鼯是宠物，不是召唤物啊。这边要讲一下，宠物跟召唤物是不一样的东西。啊，召唤物是会打怪的，宠物只是跟在后面的。先不用把加了再说。然后就是因为他那次改版之后，就是新增了一大堆宠物跟一大堆就是无微博的东西进去，所以那时候有回去才回去玩泰拉瑞亚。加了再说。啊，全然緊張してないぞ。ポン、残してもしょうがないから。感觉两番而已。呵，重礼宝给你看。两番，七对，一杯口，没有一杯，二杯，二杯。等一下，八万五用于战斗，从对，没错，卖萌而已。哇，你今天手牌很好哦。驾驶想点开聊天室，瞬间老板走过来。哎，你也在看他的台哦。他说哎，安心的哦，哎，我有在看呢。哎，如果万一你的老板叫哦，你就是克洛伊哦，那你会不会吓死？应该是也是说不要不要不要别。神社の鎮竹林が悪さを働いておるに違いないのじゃ。对，不要。先不要。来吧，封闭，我们来看看谁先国士无双。手机立刻接画面。老板，你的员工对他好一点哦，拜托了，谢谢。今天他快乐，我才会快乐，我才会想要开台。谢谢老板。然后说，哎啊，这个繁星的会员要怎么加啊？应该也不敢想象说什么跟老板一起在那个兔窝群里面玩那个鬼抓人。然后说，哎哎哎，克洛伊带我，光玉带我。哎、欸，真的很恐怖哎，这画面。不觉得很恐怖吗？不要吧，你会马上死亡。对啊，就是画面真的很难想象哎，因为真的就是主管归主管，朋友归朋友，要分得很清楚啊。
最後の10枚になってもわらわは緊張しない。带过老闪 D 三，有啊，我们那个干太过分了。我那个之前那个，那个什么，之前还在美联社的时候，然后。那时候就有说什么走啦，下班打 D3， 就说好好，就上班一直凶人，凶的凶到半死，说然后啊你这样子还要下班带他哦。我那时候问的啦，我说你这样子你下班还要带他，我说带啊，为什么不带啊？他上班凶你，我说没有啊，啊就上班我没做好，他凶我正常啊，啊下班他让我带他，我就凶他，你就骂他干你是不会走位什么之类的哦，死壮没这样就好了。对啊，搞不好你老板在看 V 台 V 什么之类都有在看啊，日 V 抖一大堆啊，你也不知道啊。搞不好你的老板听到格斗宝贝就会跟着一起转，有没有？是谁下一秒被 KO， 原地复活 AO， 我们摆摆的 pose 的格斗。做不好骂回来的概念就是啊，你上司知道，你老板不知道，不知道什么东西，你有在看繁星的台这样。靠腰。哦，你是说本名吗？现那个名字叫克洛伊这件事。要转吗？你们觉得？然后那好吧，就一直语音房听你在唱歌。对啊，搞不好你同事就在兔窝群里面呢，这不是不可能的。没有，因为这个的话可以碰啊。凉凉，凉凉，夜猫，英雄围城。到底要下一季了没啊？近一个月了。啊！喵屁呀，没了，被没了。最後の10枚になっても、わらわは緊張しない。全然緊張してないぞ。神様への引き物。我昨天有打，你可能在泰拉没有注意到。六月十四哦，好。好啦，荔枝啊。荔枝。六月十四哦，六月十四，我们泰拉应该也只打到那个吧。不知道第几之王哦。天牌。不是没了啊？啊，有差吗？
啊，我反正都第四位了，我是有差吗？天下無雙呀！好，感谢314夜猫，差点要踢掉你。走走走。对，好，封闭，谢谢谢谢谢谢。我突然想知道什么希望记了。什么什么什么忘记了啊，有件事情好像不该说，但是我还是要讲出来。那昨天我们在聊多大多大之类的，刚好聊到西明说他多大，他的胸部多大这样子。那昨天忘记什么话题，就聊聊很开，那我们就突然问到说西明你多大，他就突然有一点害羞还是怎样的，我就讲了一句话，他应该是西吧。他说：“啊，你怎么猜的？”我说：“你都叫西敏了，但是西啊。”那后来我就说：“你可以叫 A 敏啊、B 敏啊、西敏这样子啊。”我说：“哎、欸，很有道理耶，有没有 ？A 敏、B 敏、西敏。啊，那我们他怎么会叫 A 敏？阿贝，你怎么有空？”リジ。请问这是泰拉瑞亚吗？你忘记了吗？这是 Uno， 好吧？我刚刚喊 Uno 了。砰！聊太开了吧？不是，忘记昨天是聊什么了。然后昨天真的讲到这个，他整个笑到不能讲话了。我就说：“哎、欸，第一名啊，你在干嘛、啊？第一桶不是多一番吗？对，但是……但是刚刚聊嗨了，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因为刚刚在跟阿杯聊天，阿杯可以不要害我少一番断腰酒吗？没有，你只要看我在讲话的过程中按得很果断，那就是一定我在回聊天室话。上次就是怪人在问我什么东西，我也是少了一杯口啊，爽啦，去死啦！哎，我其实昨天真没有想到我们可以那么。算顺利打完那个史莱姆王吗？因为之前那个克苏鲁之眼的让我的挫败感太大了，虽然那时候只玩专家而已。刚刚好像感觉有人听国术双倍，对啊，怎么了？你有合过国术无双吗？你有在台面上合过吗？你有在开台时候合过吗？没有啊，没有就闭嘴好吗？我合了几次了，也不能这样讲啊，毕竟开台每次都我在开，我自己做国师无双，当然可以压高平均值。攻击模式太单一了，啊，如果今天换作是史莱姆在瞬移怎么办？有没有每个人都瞬一下，吓死？哎、欸，下一只想打什么王啊？下一只比较好打，应该只剩下大脑了吧？就是至少打大脑，他的眼球那些会掉一些零件下来啊，组织样本还是什么的，不是吗？就是打组织样本或是眼球的话，应该也可以吧？毕竟上面平台也够大了，够长了。リーチ、ツノ、ピンフ、ドラ。你们那个难度眼球也会瞬移吗？不会，因为那时候是连线呐、啊，有人的网路太差了。
所以不是瞬移的问题。那时候是有个观众，有个香港的观众，真的忘记是谁了。他网路真的不是很好，所以眼球才会瞬移成那个鬼样，那副鬼样。看，哎呦，亮亮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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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眼球先吧，有点担心火力不够。眼球也是啊，毕竟眼球我们可以回家在护士旁边。看来我不能玩的游戏，对啊，而且不是你们不能玩的游戏，是那款游戏，我们现在是玩大师模式，你也知道我们第一天被史莱姆虐的多惨，然后被你可以去看，稍去看一下那个刚开那个地图的记录档，跟小鱼直接被史莱姆压在地上打。整地一定都会整啦，只是在想说是要在下面打还是在上面打而已。理不然怎么背口不知道，不过那时候他网络不好，他那时候网络不好，其实对我们来说一个好的原因是因为如果他今天仇恨是在那个网络不好的那个人身上，他就是我们的画面看到他在被 boss 咬，但是他的画面没有，所以我们就可以无伤去打那只 boss。就是我们之前打那个风女王的时候，我们就很无伤的在那边打那个风女王。就是风女王咬他，然后但是我们看到他就是卡在那边，他没有受伤，风女王也没有在咬他。然后就在远远外乡打他。欸 PPP， 我问一下你哦，你是隔壁菜渣群的人吗？因为菜渣群是不是一个叫 PP 的啊？还是不是？没有，只是问问啊。那时候刚好看到，哎呦，什么鬼？那时候想说看到菜渣群有叫 PPP 的，我想说，哎、欸，同一个人吗？是同一个人吗？因为他这次大师模式的宠物都很可爱啊，而且，其实说真的，想要收集那宠物的话，我真的直接开个那个已经从经典毕业的回去开个大师，这样刷过去也很快。想说我不想要这样子啊，想到再体验一次泰拉瑞亚怎么玩？没有哦，你不是哦，好，哦你是 PPP 哦，嗨玉峰你好，原来你是妹子啊，不、哦、我是棒子，哦原来你是棒子啊，你好啊棒子。不做大牌吗？为什么要做大牌？你看看我刚刚大牌做成怎样？听北风被一个合不到国四无双的笑成这样子，对吧？为什么要做大牌？リーチ、勝つためだよ。是我就做了。想一下呢，一，好，二，三，四，五，六，七，八。
砰！所以我才会被吓到现在。对啊，所以我觉得你很可怜。哎呀，咋办呢？你留着要干嘛？混一色哦。然后说：“那你留南风干嘛？啊，因为我的西风被人家扣着啦。”七，七，南，你干嘛？老赵不吃了，我刚刚就在想，应该扣子。Go！ 风花雪月安安。好热哦。你又怎么了？你怎么毛病那么多？鲁本，你怎么了？好爽惨，怎样讲？假九连，哎哎哎哎哎，不要回收哦！砰！砰！让你下去。然后讲一下哦，这台不能回收，不管你有没有打错啊，请打错就算了，没关系啊，你。回收就是不尊重我，你就是在欺负我。没事，你被禁言长老禁言300秒。没关系，你就当做禁言长老禁言你就好了，不要想太多，没有人讨厌你。对啊，你不可以那么自私嘛，就是打错大家一起笑啊。又不是没有笑过，你也常常笑打错字的了。可是我就是不想啊，对吧、啊？没事啦，就打错一起笑笑就好了啊。没一了，没救了哦！你是说你刚刚哦？神社のチンチクリンが悪さを働いておるに違いないのじゃ。很多人都体验过了，你说禁言长老啊，尤其是怪人啊，没有，有时候真的也不是要针对怪人，是他有时候打字，我不知道为什么是他可能打的我不理解，他有时候就我又理解他在打什么，但是就觉得说很想ban他。主要是因为那一天是我早上开刀嘛，开刀完然后又很热，然后那时候已经又没有洗澡，很黏，很脸又很油。嗨，夏西，怎么了，夏西？难怪我说莫名其妙被 ban， 那不是我 ban 你啊，是另外一个禁言姥姥啊，我是长老，另外一位是姥姥。そうしよう。リーチ。弄，弄他。弄，弄，弄。スモ。哇，我们两个死了。トン、チャンタ。
打了很不理解的圆。Ruben，我们怎么死得那么惨？好惨哦！好啦，感谢 Ruben， 感谢冠良，感谢 PPP。要叫你疯吗？御疯吗？哎哎哎，碎啦碎啦，这就是我要看的。双口人来了来了来了，如果可以吵，你们不能吵哦，不要再讲什么什么快速离场，什么快速撤退之类，不许啊，不行。我怎么也飞了？我不知道怎么受伤的是我，不是你。很不理解的语言，江大头，对，哎，不要说江大头语言吗？哎、欸，江大头真的没出现过了，那一次之后，那个很难过。教主，你怎么飞了？我也不知道哎、欸。笑死！你怎么还没抢进来啊？你是不是抢很久了啊？快，我听你解释。他们是在 DC 啊。没有哎、欸，真母不在 DC 哎、欸，你们怎么了？吵架了哦、喔。那个我要先走了，谢谢谢谢谢谢，先丑了一下，先丑丑一下，先来个丑丑压压惊。我先贴个丑丑。啊，先丑丑预定一下。丑丑确定。早安台主 ,Hello。Holy say 的停 ,Hello,Hello。丑丑鱼。最近讲丑丑鱼有点敏感欸，我因为我们拖一个呆鱼。啊，他自己都打了好吧。你人在外面哦、oh。 嗯，好热哦，可能最晚达到12点吧，延迟多久就看你多久啊，自己算啊，你就看一下，也不能看哦，怎么看啊，金色丑丑确定啊！我怎么没吃？那我贴个聊天室，你们自己看一下延迟多久吧。来，聊天室出现喽，那自己算哦。自己打字读一下哈。可以讲个一二三啊，来丑丑丑确定，丑丑丑丑确定，开冷气，没冷气可以开啦。十秒没那么久好不好、欸、我先想想聊天室的文字跟啊，四个丑，谢谢谢谢谢谢啊，我们四丑以上就不要刷丑了好不好，太洗版了，我们最多只能刷三个贴图嘛，三丑就好了，丑丑最多三次，
啊，我讲一下哦、喔，聊天室的文字输入跟那个直播是不一样的东西。就比如好，我现在讲，我讲一二三，一二三，你们讲七八九、喔，来一二三。大概六秒钟，嘿。没有啊，因为我的意思是聊天室的延迟大概是六秒钟，但是直播的延迟大概是四五秒。因为你们可能会觉得你们已经送出了，怎么还有人在慢慢打？就是因为聊天室会延迟，但是直播不会延迟。对，然后那个北七欠本，我等我一下哦、喔。你去开你第一个账号出来吧。阿杯二四，没有啦，我那个我是说阿杯欠ban呐，我怎么可能会ban阿杯以外的人呢？他没事再惹禁言长了啊，禁言鸭。静音呀！耶，丑丑确定挂台回来，这堆丑是怎么回事？没有啊，刚刚我从丑丑变成丑丑丑，很开心。没跟我玩过，我也没跟你玩过啊。没事啊，没事啊，没事啊，有机会好不好？没事没事，我相信聊天室还是有人从头到尾都没跟我玩过，虽然之前有一次玩了四小时，那时候是为了想说只剩下四五个没玩过，就一开就总蹦出了八个还没玩过啊，陆续又开啊，怎么越来越多的人没玩过？人太多了，没办法、啊，还没过气嘛，当我过气了就没人要抢了，你们也不来看台了。因为那时候在聊天室说还有谁没打过，打加一这样子，那时候看明明就三个人，结果怎么抢进来有第四个人，我说不能这样子哦、喔、刚刚没打加一的不能进来哦、喔、然后就开始陆续有两个打加一的，然后我就想还剩三个，好，那再开最后一局。那最后一局又有人说，请问现在抢还来得及吗？然后哈，快点截止了，我记得那时候已经打到一点半了，我那时候好累哦、喔、三番，你会一直跟着我？不用啦不用啦，请你带队好吗？现在打还来得及吗？打他小没有，现在干嘛？打到十二点前就关了，耶、yeah, ！赚到一根点吧！断腰宝牌没了，还有荔枝啊，白痴哦、喔！荔枝是什么？荔枝也有一番喜洋洋，你还敢在那边教青椒啊？青椒我来教就好了啦。阿青椒现在学的怎样？哦，门清自摸，对对对，四番四番，再加一根粒子棒。青椒要来抢，真的假的？他会玩了吗？其实不用啊，下次上光遇看到他，你就问他青椒要打麻吗？他就莫名其妙地核，他地核，然后他回你什么？这很稀有吗？他跟你说啊，这很难吗？不是地核，哦，他就很莫名的核哦，白痴哦，吓死我了，要莫名地核。
好好讲话会不会？整天在那边让人家生气。阿贝，你是不是抢不到啊？放弃了啦，阿贝。你要飞了，没事啦，飞吧，飞飞飞飞飞飞飞，我要飞。起，追追追追追追，绝不后退。对啊，你看，哎，你飞了多少人了，对不对？该轮到你飞了吧。对不对，真母？无名，我说的对吧？他残害了你多久了？该轮到他了吧？我怎么没有吃？我要勇敢飞，不管有多远。阿尼阿威哦。话说用地也可以，地也可以吧，是可以啊，但是你用在这边打字会出来让人家误会啊，对吧？莫名地和，莫名底和，那正常人听到都会觉得说哈，地和很强呢。生母来吧，我接好了生母。吵什么？我等一下杠出四宝牌给你看。马上丑小鸭变丑丑丑丑鸭。丑丑。操！为了尊严，三丑刚好麻将地和这个说法，所以一眼会觉得你地和。对啊，一连安安，云月观台了吗？每次看到隔壁的观众都会觉得云月观台了吗？春娇不啦，青娇安安，你日麻学的怎样了？爱上日麻了吗？前面真的很痛苦啦，啊，后面真的是玩起来会很好玩。关了关了关了，好诶、欸，辛苦他了，因为其实也很辛苦啊。不是昨天最好笑是带人去哈记那边，他刚好也是要关台，一带过去发现说辛苦了8888，我还一度以为我走错聊天室了、欸，我还想说哈那边怎么好像我这边的台我导错了吗？过去看一下，对啊，哈记的啊，我刚好也关台。那丑到无名了。我丑到了无名。教主在询问其他台的资讯是不是要 ban 了？谁？我在询问其他台的，我要被 ban 是不是？你想 ban 了我吗？我们关系这么不好了吗？因为。倒过去那边什么辛苦了8888888，然后是主要是看到一个人说哈记888，然后想，哎，这个人没有在我台出现过啊，那种辛苦了88，然后往上一滑，哦，哈记的台，没错没错没错。你可以叫出那个机器人来看我，就被 ban 了。
为了躲他，我把牌拆烂了。打不入力气。啊，我不想要哎、欸。阿贝在这边和这个不是很好、欸。开始做梦。我真的不想哎、欸。做什么梦我都移位了，我干掉他就好了啊。做什么梦，醒醒吧。然后讲一讲一直来、哦、完蛋了，打不掉。对啊，我没必要啊。我要 ban 谁？没有，他是说 我在提其他台的那个资讯，我是我自己要被 ban 掉，这个意思。那、啊、还好吧。嗯，我多好痒。不是啊，就不给我路走啊！你看打成这样子了，嗯。跟你讲，我满出来了哦，你看还好打出去了吧？每次上课有人开台挂台，没人开台，东西有。没人开台玩游戏啊？每次上课有人开台挂台，没人开台玩，什么意思？睡觉台的意思吗？啊？嫁家丑。棒。七。江大头谁啦？说好不提江大头。我被丑到了。网课偷看的加一。你还敢喊加一啊？谁跟着喊我就鞭他。你们谁喊加一我就鞭他。好不好？今天是带动的一起鞭，好不好？还敢发起加一啊？棒！棒！狼！
哇塞，无名，无名，怎么刚刚最后一张打好久哦？哇塞！这些刷的是不是也要？好吧，我就让他们死了，还敢闹我啊！你们去冷静，待会回来，谢谢。网课偷看的加一，好，下去。这边挂什么？我记得有一个先提的是谁？是不是？是不是？等一下。嗯，幺幺，你在那边。好了，你们通通下去。这场仗真真精彩，刚好像游戏王最后一回合，那边打好久。对，今天6月2号大屠杀。等等，真 ban 哦，我不是那个吗？300而已吧，我是永奔吗？没有吧，不要骗我，没有，就是不要提什么挂台什么，你也在挂台，你刚不是说的吗？我看一下你打的什么，好啦，不要是提一些什么加一之类的啦，拜托了。你去别台也不会让你允许刷什么加一之类的。我也看不到系统留言呢，很奇怪，我刚刚编太快了啊。那我可以挂台睡回笼觉吗？晚安。要不要我们改做这个。裹你个头啊，混一色。喂，我们可以试暗课。哦，心跳好快哦，心跳好快哦，这排你一定绿。哎、欸，对耶，刚后悔把八条打出去了。没有，我也觉得那个这边刷减一减二的活该。都活该啦，很衰小啦。因为其实也明讲了啊，九连哦，很难呢。我觉得绿色比较有机会。你们只是差点打出来，千万不要、喔！跟你们真的跟你们讲一下哦、喔， no. 你们干脆讲遗弃好了，就是也不要在我们就是巧克团的的留言区都打一些加一加一那些东西，好吗？这个其实真的很欠奔，因为怎么讲，虽然聊天室刷得很慢啊，就是没有什么互动还是什么，但是。也不至于说让你们可以就是打
加一加一加一这样子。刷屏啊！两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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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凉凉，怎么可能小鸟没出现？小鸟在谁手上？可恶，在你手上。リーチ一発ピンフタンヤオドラマンガン。不是刷屏，是打那个，其实超没有意义的啊。所以我很怕在聊天室打招呼，很想刷屏。没有啊，你们就打个大家好就好了啊。啊，除非是你今天已经打完大家好，有人跟你打招呼再回就好了。打招呼我觉得还好，你不要像那个谁，之前有一个滴滴，每个人聊天室明明跟他打招呼，他每个都打。然后每次那一阵子有印象吗？我就说我给你什么十次机会，你打完招呼就要 ban 了你。我在金群，哇，你们都记得哎，哇哇哇哇哇，他好久没出现了哦。对，就是那个金群啊，他是明明没人跟他打招呼，他就会跟人家打招呼。然后我就跟他讲说，哎，金群你够了哦。然后每次打完招呼 ban 完他之后，人就不见了。对，那个你永ban了，你为什么永ban他、啊？受不了！哎、欸，你们今天永ban的权限不要自己来哦，请跟我说好不好？只有那种很白目的跟机器人才会永ban呢。哇，那搞不好他想来，每天都讲还不改，不是，我有跟他讲啊，我给他十次打招呼的机会而已啊。你这样有点越权了哦，还是我当时允许你这样做啊？不可能吧？不是不是不是啊、哦！我先跟你讲一下哦，今天如果是我允许你这样做的话，那是我请你帮我做的嘛。啊，如果今天不是我要你这么做的话，你这样有点越权哦。我去后台把它开回来好了，等一下哦，我先点这个。没事啊，没事啊，没事、啊。我想说，他怎么好像突然有一点一阵子没出现了？内容指定，设定权限不是频道，社群权限，社群。找一下金群哦、喔，想错 F 金找不到、欸，有吗？你有永ban他吗？没事，我找找看哦、喔。有哆啦 A 梦哎、欸，哦对，这有个哆啦 A 梦牌跟七班。来一个红石杰瑞耶，显示另外70个。哎呦哎，有金群哎，好，把它解除掉，不存。有要有哆啦 A 梦啊，这个哆啦 A 梦跑到这边，它是我广东版哆啦 A 梦。
江大头一样的开小号回来。哎、欸，春江，青椒，你看，你看，你看，房间用抢的吗？对，啊，但是等一下如果房间太热的话，我会提早关台，我要养一下我的伤口。春江，你看他受到制裁了，春江。哎、欸，好，无名没事啦，没事啦，没事啦。谁？喜羊羊啊。他受到制裁了。昨天打疫苗头有点晕，休息，不要抢，又去休息。有点抓不到墙的时机啊、现在延迟大概是四秒五秒，哎、欸、你再抓一下，不是抓一下，你再抓一下时间。你再抓一下时间，嗯，不过有点久了，没事啊，没事啊。希望他还记得我。如果有在其他群看到金群的话，请帮我通知他。他说：“繁星把你解编了。”他说：“是一场误会。”电脑建议用，没有电脑的话是网页才能复制。说你可以回来打招呼了，对对对对对。我说我们更新了新的打招呼方式，欢迎金群大大回归。我没问就奔，我有错，没事啊，没事啊，没事没事。没事，无名，没事没事。林也好扯，哈哈，你不能立直哦。砰！塔罗牌，她是塔罗牌少女，好像按错。喜羊羊下去，你就不飞，我让你飞。青椒，我制裁他了啊，开心。定めは絶対です。好了，结束了，感谢呆鱼，这是米洛吧？蒙小燕，谁？好像有印象，道口人，哈哈哈哈。喜羊羊你怎么那么烂？不会不会，谢谢谢谢谢谢，多谢指教，多谢指教，多谢指教。喜羊羊你怎么那么烂？哎，你去子瑶生日快乐歌呢？几天了？五天了没？你看在我受伤的份上，可不可以唱给我听？你的生日快乐歌可以唱给我听吗？让我唱一首歌，
祝你生日快乐，子瑶。哎，我昨天有真正听林毅唱歌，哎，因为昨天想说两点嘛，那时候那时候在想说要不要那个跑光遇的时候，就跑下去想要问呆鱼，就发现哦，林毅在唱歌，哎。可那时候一开始是在哼歌，那时候他哼在哼半天，我想说，好啦，用打字的好了，不要吵到人家。等一下去看一下剪辑区是不是？干嘛？青椒，青椒怎么了？对啊，是真正听到啊。青椒，我制裁他了啊，开心。那、啊、你剪这个干嘛？青椒两个字，啊、然后嘞，刚好是尖奏，是这样、喔，不是春椒吗？啊，我喜欢叫它青椒啊，怎么了？它在光遇里面，我都叫它青椒，喜羊羊都叫它春椒。你是不是都没在看台？哎、欸，好扯哦！四五六七八，哇！这个台各位的手速都很快，拜托、哦，他们抢了一年以上了、欸，哎。的确，去年玩日麻到现在，对啊，而且他们在我没玩日麻的时候，也有去训练一下抢房的实力。他们跑去其他台 V 或是，又或是 YouTube 的台那边玩。哦，哦。再一次。啊，贴错了，想贴这张。为什么加斜线打招呼啊？超过一年，连游戏登录一年的例子 B 卷都拿到了，什么意思？你刚刚不能立耶啊，你就没一千点了，你白痴哦、喔、你分数至少要一千才能立值啊，你零分了啊，别说你零分啊，你九百分你也不能立值啊，哦，你这样要怎么教青椒日麻、啊，还是你想加入轻松借贷？哦。啊，轻松借贷是你的好伙伴。
对啊，我很担心欸，他怎么教青椒的啊？必要がなければ切り捨てる。これこそが篠宮家の流儀よ。リーチにゃ。除非你玩比赛真的可以调哦，看看你给你爱都让你过啊，抱歉打字我自己靠感觉的玩的，抱歉。那你还这样子还想教青椒，我的天啊。不是吧，你那么早就立职了，你凭什么啊？不好意思，操！我差点贴到国，白痴哦。欧拉尼，那我要说，欢迎加入突窝内部有日麻老师亲切教学，对吧、啊？他还蛮亲切的哦，他会拿着红色的扳手一个一个教，他是因材施教。切り捨てる。これこそが篠宮家の流儀よ。あ、小鱼吗？ドラニ。ドラニ。うちの手のひらから逃れる福運があるとは。先离开了，好，拜拜。你好热哦。哎，那个聊天室那位星辰，有人不了解他的话，我可以简单介绍他一下。他那时候立直听了自己杠的牌，他自己杠了忘记什么东西，然后按杠，然后自己立直在听自己杠的牌。啊，大家可以认识一下，不要笑他好不好，他也是不小心就立下去了，然后就被我们嘴说你在干嘛，你最后听的那一千块，那你为什么要丢出粒子棒看借口，
哎呦，这我怎么取舍？三六。新民早安。吵什么？等一下，这张就来了。没有哎、欸。你早安，你早安。好吵 ！CS 不是哦，没差啦，没关系啦，开心玩啦。如果真的觉得啊不喜欢看不舒服的话，可以不用看，因为没办法呀，我要顾的东西蛮多的啊，不像一些退取的台，他们也不用管太多东西。有些就他们玩他们的，可能就跟高末日生存那种一样，就是四个人一起玩啊，不用顾聊天室，就他们打他们的，没关系，我开心就好。不是啊，聊天室的不开心，你知道吗？观众不开心，我看到他们不开心，我也不会不开心，我就打出不开心的牌，然后他们就会不开心，就你懂吗？以此类推，就会一直循环下去。这是一个永动机。爱斯巴达，诺那天看诺英开什么加班台啊？怎么点进去看，马上就不见了？是真的加班不了吗？加不了的班。必要がなければ切り捨てる。これこそが篠宮家の流儀よ。啊、我要转魂老头了哦，我要转魂一色了哦。阿幻图奇哦，现在在图奇开吗？怎么早上看没有？现在在加班吗？没有啊。25章。再见，我的爱，再见，我的爱。现在没有，他好像要工作。那他开什么加班台啦？白痴哦、喔！他是加班时间到，然后下班，隔天继续加班这样子吗？好像也可以。反正我现在就说，开始加班倒数计时。那现在是那个休息时间，明天再来加班。就跟平常的上班一样啊。平常开台有没有？可以关台的加班台，对啊。是明天啊，明天继续开4小时，就跟平时开那个加班没开台没两样。
再见我的爱，再见我的爱，一二三，一二三，四五六。うちの手のひらから逃れる福君があるとは。原本一天四小时，变一天八小时，加班四小时，没有啊。来打出来，其他的台好像也是这种，真上班下班就加班，哪一些的啦？你是说什么？像我平时开四小时，然后突然加个两小时这样啦。啊，感谢万梦、蒙小燕跟米洛。好，童话少女，拜拜，我踢喽。哎呦，哎呦，萌信来了，萌信来了，要换什么？要换什么？不搞。哎、欸，都白色头发，那我换一下。来，都是白发黄眼睛、欸，哎。他是不是喜欢白发黄眼睛的搭配啊？金发啊，金白发，对吧、啊？白色头发，黄色眼睛。主播给我钱钱，没有钱钱，没有钱钱。主啊，不主啊，教主的房间有冷气了吗？真的装不了啦。这可能戳到他们性癖。古娃娃国娃娃兵，哦，白痴哦！信又是你的网络在搞是不是？场外八三六一六，你看黄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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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发白啊！这只猫的眼睛也一定是黄色的，不见了。嗯。凉凉，有凉凉没凉凉？哎、欸、哎，诗、欸、案课单曲，八木是蓝色的，染你个头啦！这是蓝色的，还是你说头发？少少的抖一下冷气，准备这只能是之后搬出去的那个电费了。感谢克洛伊，爱你哦，爱你哦。不是有免安装循环式冷气吗？不，空间太大了。我家楼上是那个有那种打地铺那种很大的空间，不是说我家很大，是空间太大。对，我家没有很，我家也不是说很大，是这个空间。哈哈，うちの手のひらから逃れる福君があるとは。对吧、啊？先存一下，谢谢。主播，我先上课，好，拜拜。啊，今天你们如果一满啊想要立志的话，这个原因去尿尿。你的房子蛮大的，欢迎来我家玩，没有到很大啦。也舍不得你们在我家睡觉，我热死。你知道，我其实晚上还在盖厚被子吗？我刚刚其实可以口人的欸，为什么不口了人啊？力气，厚被子，你这么耐热哦？晚上其实会很冷，也不是很冷啦，就是，其实盖厚被子其实不会觉得很热。
啊，热掉热再踢掉就好了啊。你冬天来你就来，你就来。冬天其实还蛮棒的，就是盖厚被子，那盖厚被子你就会窝在棉被里面不出来。蘑菇地好亮，还好啦。哦，我跟你讲一下，你那个蘑菇种子你可以先留下来，你在困难模式那些之后可以种在地表，有成就。那个蘑菇 NPC， 他会卖一些特别的东西。脚没盖好就睡不着，不是说好去台湾可以睡你家？可以啊。所以我跟你那时候跟你讲说，你要的话是冬天来啊，因为夏天的话，我怕你会觉得说怎么会有人家里连晚上都这么冷？没想到最后听牌了，吓死！那原本住台湾的嘞，那你要住淡水啊？你想？听牌没了，对，确定听牌，呵呵，机会听牌。没办法装冷气是因为铁皮屋吗？对啊，就是因为铁皮屋啊。你这样冷气装下去，那铁皮屋的热传出去，你会造成说你冷气是吹不凉，然后他就会拼命要再输送他的那个电力，你懂吗？今天你可能一个冷气人家电费好几度而已，然后怎么一天而已，一天的时间就缴了快两个月的电费了。住别人家一天好像不是不行哦。我怕冷不怕热，毕竟赤道国家，怕冷不怕热。对啊啊，可是啊，你是说夏天来我家会真的很热哦？我家不是热是闷哦，是电风扇吹出来，虽然是热风，但是都是很闷的那一种，你会觉得很像有点呼吸困难。那我最近也是跟自己说，不要在那个这么晚下去楼下，提早下去，因为我在洗澡的时候就是看身上有一些汗疹，就很严重的汗疹，所以我想说，那之后就去楼下休息的时候提早吧。我怎么撑过去的？我也不知道我怎么撑过去的，你知道吗？因为你回过头来已经十五十六年了，住在这铁皮屋十五十六年了。因为当时从高一的时候就在这边待着，一待就待了已经一半的岁数了。铁皮屋是指屋顶是铁片吗？连墙壁都是铁片。对，你就想象它是一个铁包起来的空间，所以才会说夏天很热，冬天很冷。但你店长能撑过去吗？对，所以我应该要关机了。对，那也难怪你能适应这个环境了。不是啊，我讲了，我能适应，但我电脑不能适应啊！电脑适应不了是会烧掉的。我那时候就看到一个那种在玩那个 GTA， 把那个画质调到最高还是什么的，然后一开机就跳啪一声，主机烧起来。你活下来了。感觉可以去野外求生，会死，好吗？
我没有点什么野外求生的技能，就跟家兔不能放养一样，好吗？他们已经丧失了那个生存本能。ドラさん、ドラに、ドラに。不考虑慢一点换掉铁皮吗？一次会大量出现，你要怎么慢慢换呢、啊？因为当时我有提啊，我就说就是说我想要楼上有一个就是隔开的空间嘛，至少你就是不会有那个有个空间我可以装冷气，然后电脑。就是至少冷气吹，然后就说一个小包厢。但是那时候我爸的意思是，之前政府有要征收我们这块地，然后要征收的时候又在那边碰到说什么要征收不征收的，结果搞得说那时候征收的话，那个政府会给钱吗？那给钱的时候就是我们你想一下，就是。你卖块就是好了吧，反正就是你房子你装潢那些你装潢那些东西你已经花一笔钱了，那你花了那一笔钱之后你又花了那一笔钱，对对对，然后你好不容易已经盖好房那个房子了，就政府又征收走了，就浪费那一笔钱。开窗户没有用，没有用，不是，今天你的风进不来，你开窗户也没有用。啊，你们是说用抽风机对不对？对，你想一下哦，你在一个很比如说你很热的教室，你用那种手提的电风扇，就那几台，你从窗外这样吹进来，你吹得到风吗？你想一下哦，真的好好想一下哦，一个很大的空间，然后你用那种小台电风扇从外面抽风进来，你抽得进来吗？抽不进来啊。直接租房子吗？他怎么没有跳出？他怎么没有跳出来？哦，你又没听哦，对不起，我以为这个是啊，完了，不会玩麻将，不会玩麻将了。教主安安 ，Hello， 就让他留局吧。七。有了，出现了传说。干，你们是不是这时候切出来看一下我的台啊？哈，没有啦，没事没事，错过就算了。跑掉了，修罗场没包。牌吧，包什么牌？教主，我这边两张，我们换一下。两张什么？你就不要听牌啊！你就不要听牌啊！大三元小三元差很多欸，没事啊，东山了啦，东山了啦，你可以下来了啦，东山差不多了啦，换人了啦。龙，干你娘，原来是你要一条、喔、抱歉。
トイトイ、ゴラさん、マンガン。啊，敢不敢不要低台？都没梦可以做了。好扯，我也觉得好扯。焦りは戦略転換の判断力を低下させる。你起手就两张哦，打出来。给我去云霄上面呼吸新鲜空气啊！先换作是利刃，他就送出来了，没有啦。可是你这样送出来，我觉得不好意思，我也很不好意思的点下河流，我好不好意思哦。嗯，好啦好啦，你们的好意点下去，怎么好意思不接受呢？呆呆鱼救我！为何一满八千？有时候因为自摸损啊，他就是说大家都跑掉了，然后你最后自摸的话会有惩罚，不是惩罚，就是会比较亏。不是，我想说你不换，我就合理才给啊。啊，我不懂你意思啊。为什么我们交换一下要换什么东西？要么你合理，要么我合理，是不是？你要讲啊。你要讲啊，教主，我们最后来合体一下，这样子我才听得懂啊。不然想说，教主，我这边两张我们换一下，想换什么意思？想说我丢给你，你丢给我，什么意思？要讲清楚，沟通要明白。对啊。还好吧，这个是多少？3200的吧？欸，大三元是多少？3200吧？来会有24000跟8000的差别。好什么？来不及了，伤害造成了。是32000。那如果我是庄家勒？48000，成交。通常开到12点左右之后就没有，没什么要休息。对，之后就休息了。你在回答谁？啊啊啊！不好意思，数学不好，反正就是还有庄家的问题，对吧？你数学太不好了吧？18，差一个零差很多。你说零放在前面吗？他在抽干我们的血液。他在抽干我们的血液。哎呦，感谢捷云的超级留言，好热哦！哎呦，其实呼吸很困难的。我那时候其实有一次呼吸困难，最不舒服的是有一次我们去跟我的第一任同事嘛，那个在一起，那时候我一开始。都在替他说话，那时候我也是晕车晕到要死，然后替他说话还是什么。然后那时候就是我们去那个福格，福隆呢？福格吧，福隆海水浴场吧。然后我们那时候，好的，没有。然后我们去那个海水浴场的时候，
那天是大热天，然后那个车子里面又没冷气，我那时候第一次觉得说，就是开窗户开，而且他又叫我不要开窗户，因为外面空气很差。我说不开会死，不开会死。感谢小小贺萌信啊，萌信啊，醉醉。欸，星辰来了，欸，然后我那时候还是就是我不行，我会死，我会死，就透出一小小孔，然后那边透着，然后拿吸管在呼吸空气一样。就很热，我第一次觉得说，啊，我好想死哦，我好想搭火车回家哦。那时候就是开了那个两小时的车，而且我又晕车，就很不舒服。你打算买泰拉瑞亚了？为什么你打算买了？又没抢到，没事没事。不要难过，下次立马上位，不需要，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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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伤害造成了，你现在说什么都没用。现在就算你给我一两万块钱，我也是会开心的，因为泰拉电脑要求不高，他可以玩，所以就买。对啊。啊，你怎么会突然想要？你不是那时候还在聊天室说你确定这个是我会想要玩的游戏吗？啊，不是解释给你听说，世界现在是因为玩大师难度，你可以去玩那个啊，一般中等难度啊。你昨天那么推我，啊，他就是真的很好玩啊。只是我那时候是怕你们前面不明白一二三，我主要是怕你们前面不明白说。这游戏怎么玩，在玩什么，因为它前面主线其实你很难去知道是在干嘛。因为反正你不懂可以问问我嘛，问阿杯啊，问一些，其实兔窝有几个也很会玩的啊。啊，不懂你再问我就好了。所以你要带带我啊？你说实定吗？我没加你实定好友，我连克洛伊都没加了欸，我连克洛伊的 IG 都还没加了欸，我连克洛伊都还没见过欸，我连克洛伊都还没有吃过饭，欸，我这人好烦哦，各种情绪勒索，够了没？烦心。啊，抓鬼电脑不行，什么抓鬼？我电脑连开三个分页就会爆掉了。你是什么电脑啊？我呢？我呢？你呢？什么意思？我都帮你剪过精华了，你还想要什么？如果你的电脑三开分页都不行，声音机你换一台就好了。克洛一直都在挂台啊，你想干嘛？你就想对我们家克洛一怎么样？你又想对克洛一干嘛？欸，不是欸，啊，怎么是变成这样子？你是想杀了我？你是想要渴了我？弄！等疫情好一点，你来台湾。为什么是你来台湾？为什么是你来？因为克洛伊我不确定，这不是你能决定的啊，我要问克洛伊啊。看来有机会多一场，什么意思？怎么可能有机会？你再想一下，你
有可能你啊，对啊，有可能你背景被开了什么挖矿程式在哦，这不是不可能的哦。不是之前有人电脑被植入什么鬼东西，就在帮他挖矿。你快乐爆了，我也快。基本上上班日不用开会，我都会挂着。好诶、欸。唉，别说你快乐爆了，我也快乐爆了。哎呀，怎么没中？好啦，这局打完啊，不管有没有十二点前啊，这局打完我就要休息了，不能再拖了。七。我要为了我的脸着想。听说明天会下雨，听说这个礼拜都会下雨。七。龙。我干。真的有机会再一场哎、欸！我外面室外温度快40度，你去量一下。那我也要说我的室内温度快40度。七，我突然有点发呆，吓死我了。要提早下班了，不是啊，我真的是会死掉呢。现在好，今天不要为了我好了，为了我电脑，我也是要赶快走呢。下班？哎、欸，没有。什么？什么意思？好诶、欸，我就知道你不是很想跟我玩。这里室外温度30度，可是办公室18度，快冷死。我把你编了。电脑问题确认了没有啊？没有什么问题。好的，感谢门铃义，感谢星辰，感谢谁？最后一个红星，谢谢谢谢。私が一番ですか？きっとみんなが手加減してくれたんだよ。领取奖励。我看一个任务，我等一下。什么任务？看一下哦、喔。那奉那一次礼物，那、啊、是什么？河牌每次包含断腰酒。你看，我今天打一整天，喝什么断腰酒，都在做梦啊。刚刚有一场可以啊，好啦，算了，都过去了。仓库礼物礼品，礼品奉那确定。活动，嘿、欸、嘿，谁啦？永斌，我好多礼物哦、喔！你说我好多礼物，哎、欸。你猫粮供应商哎、欸，大哥，姐，你猫粮供应商哎、欸，姐，哎、欸，不对，你喵国大护法吼，抱歉，你要不要缔结角色？缔结什么角色？我都叫西敏大哥啊，怎么了？我都叫你家小西敏大哥啊，讲错了啦，你缔结这只吗？
靠，喵。好啦，感谢阿家西明，怎么了？我们家西明怎么了？你也是我们家的克洛伊啊，怎么了？你有意见吗，克洛伊？好热哦，好热哦，好热、哦。嗯，好啦，就到这边。那晚上我想一下哦、喔，应该是开那个世界，稍微不，对对对，就是可能自己先玩，然后等小鱼他们吧。那个谁，番茄还在吗？来来来，我介绍一下刚开那个世界的东西。那个番茄跟西明，你们来了解一下哦、喔。我稍微介绍一下泰拉瑞亚。我们玩的是雪地嘛，那个雪地的话就是地形是红色，那腐地的话是紫色。那我个人是偏爱腐地，因为它比较偏克苏鲁，就是神话类的东西。啊，雪地的话就是比较偏血腥血肉那种东西。那再来，我讲一下哦、喔。开设伺服器，那看到这一只，就是134这几只都是已经有玩到毕业的。哎、欸，这只好像没有，这只那时候还是这一只，反正其中有一只啊，这一只吧，有一只是那时候没有玩完，但是还想说舍不得删掉就留着了，晚点再整理。这一只是最早以前玩的，那我先开这个。然后再来是，想一下哦，这一张是最早前玩的，跟小鱼他们玩，其实几乎都有跟小鱼玩过的啦，就是这些都是，你看还有带新手嘛，那时候是那一天是 FB 的时候，然后带新手用的是玩专家，因为大师对他们来说太难了，专家的话那时候玩的有点痛苦，然后来。介绍一下这个东西，就是地图有分小中大，那新手的话建议小或中就好了，大地图真的太大了，你从家里走到海边，新手来说太难了。如果是玩那个，这边不是有个那个嘛，经典专家跟大师，经典就是你就想象那个麦块的简单模式、中等模式跟困难模式就好了，那差别就是差在就是越来越痛，血量越来越多。就是专家以上，他的血量都是看那个场上王家多少，然后血量就乘以几倍这样子。也不说几倍啊，就是你人越多，血量会越厚。但是我有讲，他就是有独立的战利品包，每个人的战利品都是独立捡的。不会说今天一个人捡了你就捡不到了。那经典的话就是大家打一只 BOSS。就是他掉的掉落物，你们要平分，有好有坏啊。就是经典的 BOSS， 通常你打过一次之后，你有他的装备，就是直接再招出来就直接爽虐。又比如说你打中介龙，你可能要100发箭矢射死他，但是你当你打死中介龙之后，穿他的装备，你大概20发就射死他了。那大概就这样，再來是惊鸿跟腐化，就这两个是决定每个世界都会有一个腐化的地形，就是感染污染的地形啊，就是要么猩红要么腐化。那我现在先创一个腐化给你们看，选个小的。然后一场游戏，如果你是哎别说多了啊，你自己玩好了，我也想过，他每次创建地图的随机性都很大，你可能沙漠会有金字塔。然后下一张地图沙漠就没金字塔，那你可能这张地图有一些东西，下一张就是没有。对，所以它其实二刷三刷的程度会很高，就是你可能会开个地图，哎，我是开专家，靠腰，就是你会需要收，因为它里面有一些道具，你可能这张收集不到，你就可以开新的地图去收集，像魔镜好了，我们当时。当时，啊，这个坐骑也是啊。
当时那个啊，像这个好了，这个我们你会看到这个一条柱子的东西，它其实下面会有埋东西。我看一下哦，摸飞碟啊，我其实就这一只还没有毕业啊，哎，好像就是哎，好像就是这一只还没毕业。哦，没有哎，骗子。骗子，没东西，被骗了。因为照理说应该会有个召唤装备，可是我没有穿，也快毕业了啦。欸，来试试看。像你看我们那张地图是不是有这个？通常这个东西往下挖，它有机会遇到一个传说的剑，就是怪人可能会。怪人手上拿的东西，那应该会埋在像这种东西上面，可是没有。好，我们继续晃。装备啊，那三行区别还是搞不清楚。然后，那我介绍一下哦，这边是放染料的，就是你的衣服可以染色，像这个，你看黄色染料，你看我的兔子头哦，有变黄色了，有没有？有吧？那这个是染料的地方，那这个是时装，就是你也可以把你今天想要的是这个样子，你就换过来，懂吗？你今天可以做一个你喜欢的装备，然后放在外观地方。那在这边才是实体用的东西。那再讲一下哦，今天可能你出去的时候包包不够，等一下我把 VP 关掉。今天你看一下右边这边，就是你今天可能想要钓鱼，对不对？那你可以就这样子交换过来。就是变得说你走路速度变慢，但是你有拥有钓鱼的能力，或是你把就这样子，如果今天不想钓鱼，那就增加那个换，就是身上如果装备不够的话，你可以这样子替换。嗯，然后来接再找，现在找腐化地啊，顺便找个镜子丢过去好了，等一下哦。没有。没有，好，倒一下。没镜子，然后从我世界看一面好了。就是有时候我可能都会开一个单人的世界。然后去开箱子找镜子，因为那时候新手多嘛，新手多我就会帮忙准备像镜子，这样就不用喝虫洞药水。欸，下面有，这样看一看，有个箱子，有没有？欸，到海边了，哭啊！没有腐化地形，有了有了这个。那这边是腐化的地形，它比较特别，是它会有点像我要怎么介绍？我看一下哦，就是你看，它其实跟血腥地形不一样的是它。它是一个很像 H， 就是横向的一条。等一下，我再画一下。好，这样介绍一下，它是这样子横的一个很像，你就想它这个 BOSS 是蠕虫，你就想说蠕虫的专地就是这样子。那。这个东西叫祭坛，我们有些做的一些东西需要靠这个祭坛才能做，像昨天做的那个史莱姆 boss 就要来这边做成那个，这是做 boss 召唤物的祭坛工作台啊。角色除了旅行的难度，其他好像都可以随时用，对啊。好，那再来是这个东西，通常这个前期。
能用火那个炸弹炸掉，你后面那个稿子要够强才行。那这个就是，看我没有，我没有哎、欸，我不会没有炸药吧？我好像真的是没有，哭了，等一下哦。铂金镐挖得了吗？挖不了。有没有看到这个猪猪？这猪就是随身的小猪铺满，这个是血月才打得到的。为什么？这个嘞，不行。锤子就能敲掉了。我身上有锤子哦，有宝刀，宝刀，抱歉。抱歉，我没有注意到我的锤子。没有，因为那时候跟他们讲说，如果你要打这个的话，你要先靠用炸的。我看到这边出现个不寒而栗的东西。对，这边就是你累积到三个的话，他就会召唤一只 boss， 然后先把这只关掉，不然等一下死掉。介绍不了。哦，敲。然后他会。每次敲掉会给一个这个东西，像枪，然后子弹，也可能会给宠物。啊，他给的这个枪，你看前期就有34攻击的枪，就很强嘛。然后当你有枪跟子弹的时候，就会解锁一个 NPC 叫做军火商人。这边还有一个，我昨天在商店就有看到小猪铺满了，不是，这个是随身的，随身的。你看它是会飞在空中的，有没有看到？它飞在空中，你可以随时带出去。有看到吗？然后介绍一下，这个是，这个是在那个腐化之地的蠕虫，长这样子。有看到吗？那其实蠕虫我真的觉得比较好打，因为它会经过一个地方，比如说经过这边，然后它会有那种连续的判断，因为它每个关节都是独立设计的，就是你打掉中间，它中间就会断掉。然后其实我真的比较喜欢打这只啊，对，这就是那个腐化地形的。你说丑，你知道克苏那个血腥之地，我觉得比较恶心欸，它是脑袋欸。然后就是可以打到这个 boss 的材料。那这个的话是宠物。是吧，有装备。对。这个没有，它是灯啊，就是你看这个灯。有没有看到这个灯会跟着走，它是照明用的。那我现在都是用这个在照明，感觉打这只好舒压，这只就很好打啊。所以我那时候因为都是玩腐化地形，所以打玩习惯了。好，我去换一下血腥之地的多人模式。很屌。然后。创建猩红啊，专家创建跟虫比起来脑袋我觉得还好。真的假的？那个要放出来，没有啊，那个要吃掉。哦，你说铺满哦？对啊，所以我应该给他们看月尊，不用吧？来，这是血帝。那血帝有个特色是，它下面的样洞窟的样子是一只手。那空间蛮大的，其实蛮适合跑的。
看到，我照一下名，照一下画面。它通常会有五根手指头，就像那个恐鬼症的手。它有时候会有六指啊。那我改天要多刷这个剑，这个剑是要打最后 BOSS， 然后装备那些合一合才做出来。你看，有没有一只手？然后这手掌出来的地方，就是其实那时候人家是都推荐玩猩红地形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个，因为它是一个手的样子，然后有时候会连在一起，很手牵手。哦，对，那就是手牵手的样子。你看，两只手牵手，有没有？好，那我们来打一下 BOSS 啦。等一下哦、喔，对，等一下，然后等一下哦、喔。哦，待机，那就好。哎、欸，脑袋在这里，擦亮。你会觉得这个比较好吗？我是觉得这比较难打啦。我不知道，我因为我真的不常在打血腥之地的那个 BOSS。你看眼球一直跑过来跟踪，所以我们要打这个的话，我们要这边铺很多木平台，我们要就是平台上面走路。然后上下上下跳着跑，啦，打死啦，就这样。这是血腥之地的 BOSS， 那其实其他的 BOSS 就每个都一样了。他们唯一差别就是这个地形的 BOSS 会不太一样。好，然后这是刚刚。这个那个血腥之地才有的武器，还有这个，欸、那就开箱，先找一下，好，没有什么东西，好了，大概就这样。这就是主要是血腥之地跟腐化之地的差别啦，就是这个感染的地形会不一样，其他就差不多都一样了。好啦，这个就是你们之后玩的话，可以想一下要玩哪张地形。那其实它每个世界，你看这边的木头，其实它普通的树苗你种下去，只要它是在不同的那个像红色的草上面长出来就会变这个，如果在冰雪上面种的话，就是会是冰雪的样子。然后在沙子上种的就是棕榈树，像这个冰雪上面种是长这样子。然后每个家具又不太一样，就那时候还蛮喜欢。脑袋难打，我觉得脑袋的饰品比较好用。对，重点是这个，但是那时候。很多合成都要靠血腥之地的东西去，所以后面决定就哦，好啦，用血的吧。那最后带你们去看我的一些东西，把这拿回主世界卖掉，保存并退出多人空间。欸，我的 AFK 地图不见了，欸，通关后就没了哦。啊啦啦啦啦，欸，不对，这才是最早的，欸，那啊，这个来那个之后啊，像那个番茄，我们之后的家理论上大概会长这样子，
就是工作台，我们那时候玩的习惯就是工作台类的东西都是放在一楼，这样直接靠近做东西比较方便。然后像武器、道具、装备或方块，我们都是丢在楼下。像这个就是召唤 BOSS 用的箱子，那这是怪物掉落的。然后这边就是比如说近战武器什么，你看混沌法杖那时候也是刷很久。边界剑这边，哦，这好像是复制出来的吧？对啊，最后是复制出来的。哦，对啊，是我这张啦，用这个复制出来的啦。我那时候想说怎么复制，因为那时候有个猫咪刀超难啊，这个那时候是小鱼跟我那时候在钓鱼。我们掉一大堆木箱子、铁箱子跟金箱子，有没有？然后我那时候想说啊，不开了，全部拿来当墙壁。然后番茄，我跟你讲，后期有个很恐怖的东西，那你去看一下。嗯，哦，来，这个，那时候我在那个空岛钓鱼。就是很麻烦，你想让它就是蠕虫，只是外表是这样子。但是钱很多，通常打一只就一斤啦，但是也很难打。那再来，我想一下还有什么？那时候不是有跟你讲说带那个吗？史莱姆方块回来，就是因为我可以刷史莱姆法杖。我是好久之前的哦，那时候在测试卡王的时候，可是那时候才刚学会怎么卡王的，就结果改掉了，所以根本没有卡到王。方便，等一下哦，我知道很乱。来，番茄。你看到的这只哥布林吗？中间这只，它就是会卖这个工作台。有这个工作台之后，我们才可以那个开始把东西合上。你有看到左边这些很瞎趴，能力都很好，有没有可飞行、可奔跑，然后又有冰上移动能力什么之类的？对，这就是靠那个不断合上去的。叫你啊，不然叫谁？哦，好，大概就是这样啊。还有，你看这张地图，平整。有没有？这是小鱼的整地计划。欸，这就是我们的整地计划了，一览无遗。我的死定不能加人好友，那怎么办？那你就不能来我的世界了、欸。啊，你是不是死定没有买过东西，所以不能加好友啊？小鱼，我们之后还要改这个呢。这是我们的钓鱼台。之前呢、啊，可是当时。带新手伺服器的时候，这个要加我们哦、喔。对，他们都是按我右键进来的。因为很多游戏都玩不了，所以没什么买。因为Steam你要加好友的前提是你要先购买过游戏才行。那昨天不是有个观众跟我讲说什么？NPC 东西放一放吗？其实我知道啊，我是想说有什么更特别的。这里啊，就是传送这个嘛，这个传送的，然后东放一个，西放一个啊。这边就传到海边来了。其实那时候也在这张地图陪蛮多粉丝玩很多次了。
那时候就果断加了一大堆粉丝好友，那个Steam好友。那时候其实还蛮在意，说我这样加该不该啊？因为其实很多人都是建议，就是实况跟一样，就是工作跟老板那个嘛的状况一样，就是保持距离。可是有时候玩嗨了，觉得说又没差，又没有差，对不对？好啦，那就目前介绍到这边啦、啊。反正你看到后面还有更一些很方便的装备，比如看这传送法杖，有没有？然后还有，看一下我们，好，这个没有。反正就有一个也是类似坐骑的东西，它是挖掘机。那时候有人直接在家里。又做了那个东西之后，把我们家给毁了。我那时候很崩溃。好啦，就这样啦，那我们晚上再继续玩吧。大家晚安啦，又多开了20分钟。好的，大家拜拜。